喂，铁子，要不今天晚上咱就干会呗！我操，我他妈练出来了！我操，他妈 King Square 呗，去不，铁子，你不去了，行。<笑>你他妈还没发工资吗？我操，走呗，他妈请你呗，老哥想干他妈的，走呗，请你这次我操，我他妈刚发工资，走呗，铁子，走呗，认真的走呗。 可以，他妈的，你做小弟就好了，认真的。喂，铁子，他妈怎么了？去吧。晚上呗，然后他妈咱干会儿，他妈明天9点的比赛，他妈练会儿呗，行。那么，那我问你一下，铁子，OK， 稳稳的，铁。行吧，那你们先吃，他妈的。 妈的，11点吧，录3场，我操，半点钟开始，对啊，咋了？咋想找我他妈干嘛先，铁子？哦，不来了，他们上班呢。哎，没办法，想着吧，铁子，先不唠了，他们上班呢。嗯，拜拜。 Thank you.
姊妹今晚同你媽閪幫人飲酒啊，屌閪！Thank you.
Right.
Thank you.
Front court only. Front court only, guys. Two more.